哥几个，还是快点走吧，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。杀人什么感觉？战场上职责所在。不要小看中国，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禁地。They made me. And they'll know what they're up against. 操！五败俱命令，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。不要再过来了！中啊，到了吗？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。听说过战狼军队吗？中国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。Enough but a bunch of poor scouts. 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压倒中国的比较粗制。